Good. 对。Good, good. 对对对。Chris. 好，最后一个。那笔行不行？可以可以。低音主机号哦。这是 A 的 A 吧 ？A 的 F grass 嘛？啊对，这个 F C G G 哦，哦 G， 第一线，第一线，哎，这个好 ，Yeah， 对，好 ，All right， 好，第六课过去了，第六课啊，到第七课了，我要讲到第十课。所以还有那个教材十二十三，教材还要十二十三页，对，好，第七课大谱表，你们看哦，第七课它大谱表是什么？高音谱记号跟低音谱记号连接在一起，再加上一个弧线画一下，红笔比较好，对，我觉得这是红笔好，对，我最喜欢红笔。连在一起，然后再加上一个弧线，这个就是大图表。大图表，你们中间有没有人参加四部诗班的？像圣地亚哥圣乐团，大家听过吗？圣地亚哥圣乐团，哎，对，他们圣乐团唱的都是古典圣诗啊，古典歌曲，对不对？古典歌一定都是有四部的，那有女高音、女低音，哈，然后男高跟男低，所以一定是有一个大谱表的。大谱表就是什么？有高音谱记号，再加上低音谱记号，在那个上面的有，比如说高音谱记号上面有一个这个音，啊、哦，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音，然后上面又下面有一个这个音，再加上这个音，我们比如说这样子哈、哦，这个哎，我把这个擦掉，这个上面擦掉，这太 confused 了，没有看得见吗？嗯，这看不看见？所以你看大谱表。高音谱记号上面有两个音，低音谱记号上面也有两个音，所以一般来讲呢，女高音一定是唱上面高音谱记号的这个。这个笔也够烂了，好，这笔也不行。可以。这个，女高音一定是女高，一定是这个，女高，然后女低嘞是这个，女低，这是可以，女低。男高呢，一定是这个。男高，男低音就下面这个。这是非常典型的四部诗班，一定是这样子的。四部的诗班，女高音跟女低音一定是在，这看得见吗？一定是在高音谱记号的谱表上面的。男高呢跟男低呢就是低音谱表上面的，偶尔会有男台，会有个男中音，男中音他唱什么音啊？他唱这中间的音，如果中间还有一个音，女中呢，女中有的时候女低女高还有个女中音，可能搞不好就唱中间这个音，反正一定是女高跟女低的中间的一个音，大家明白吗？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讲，就是说有一些人说，那韩毅老师，我上完你的课之后我就没得课上了、啊、就特别是在国内的时候，那我跟他讲，我说你去找一个四部诗班，你去参加，那你我教你的这些东西哦，你因为那个四部诗班逼着你，你要参加唱，你每一次拿到谱子，你就得看那个什么，这个高音谱记号低音谱记号，你就得看这些豆芽菜，就逼着你，你这样子的话，你的所学的东西不会忘记。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
或者就是你就是去找再去找一个老师，或者是找一个什么，他们在国内，因为我现在不在国内了，我就没办法给他们开班了。所以像我第二、第三期、一二三期的同学们，他说老师你不在怎么办？我说你再去找老师，我无所谓的。你去找一个老师，然后你就说我已经上过海英老师的课，但是我还想再继续。哦，就像现在 Mary 一样，他说他要第二次再来听一遍。虽然那个老师不是同一个老师，但是总比你没有学习好这样子。如果你觉得你第一次学的不够清楚的话，这样子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些都是可以帮助到你的。还有，我甚至还在前面几期的同学当中，我还鼓励他们说，你自己学了以后，你就去找一个人，你再把你学的东西再去把我教你的东西再去教另外一个人。我说你就这样做，你就会学到，因为你教了别人，你就得着了。结果有一个姐妹，她真的就是她找了她妈妈来，她说她在我这里学了以后，然后她就叫她妈妈过来，她就教她妈妈，就是我教她什么，她就把这教她妈妈，她自己就重新再学一遍。就是这是一种方式，哦，所以我无所谓的。你那个海英老师教完你，你要是觉得说你还是不太懂或者怎么样，这些都是一些方法可以帮助到你，哦，再把这些乐理知识再掌握回来的方法，哦。那我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个呢。是刚刚介绍这个跟四部诗班的连结是什么，这样你就有个概念。通常他们四部诗班，刚刚有一个姐妹说是去参加，是秋月讲是吧，说是看不懂谱子对吧，人家给了你一堆谱你也看不懂。那其实有一些人他们去参加合唱团，他有没有乐理知识，他看这个谱子我不知道他在唱啥啊。如果你没有上过乐理知识，你拿了这个四部的谱子，你到底在唱什么呢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上过我的课，你就知道你在唱什么。你去参加呢，你绝对不会有问题。好，所以，好，我打断一下。老师，刚才这大图表，你看到它是那个弧线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去看到是个比较 formal 的歌谱，它有一个弧线呢，也有一个就是几条纵线。嗯。这不一样的呢，它可能中线的会在上面。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这个是弹的。钢琴弹的，这个是唱的，就是说弹跟唱是不一样的。如果看那些比较 formal 的谱的话，那弹会听出来他们怎么弹，唱是怎么唱。所以唱的人就是看这个谱，所以刚才海英说这个东西应该就是直线的。弹的话，一般会有几条线唱的，我还是随便。没有唱的，如果是四部的话，就说这种四部就是有大谱表，高低音，四个音，四部的四个音。OK， 就说同一个地方一个字，歌词是四个音，高女高女低。OK， 所以就在这个是唱的。那一个例子，一个例子就是103页，我们谱没有这个方谱，叫103页。那个主在圣殿中，那开始我们那个敬拜的时候，它就是这个是唱的。所以103，教材103，就这个，我们就这一首歌是有这个103前面，哦没有，哦对对没有对没有，这没有 ，sorry， 你们这一进就没有了，就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，就看，其实说，你们怎么漏掉了？是怎么回事？因为这个我没有弹，就没用，所以没有放进去。哦，反正我就是说，你看到因为这个是直的话，就是说这个是唱的。四部，唱的。我怎么那么热啊？你是把笔记关掉了？太热了。所以其实让你知道这个教材没有写。我已经照下来发在群里面，这样你们就可以不会忘记。好，所以回到这个白本哈，第七页大谱表，这边就是介绍大谱表，然后。他要你在大谱表上面第七页的中间写出这些音符的音名，还是一样，给你们一分钟两分钟写一下，我们对一下答案齁。